呢個挪威考古隊咧，就喺Svalbard 附近啲北極冰洋去做考古啦，揾到啲沉船嘅殘骸啦，人類喺嗰度生活嘅殘骸啦，包括啲用具啊、衫褲鞋襪啊、魚鈎啊等等。咁但係當然啦，發掘最重要嘅係咩咧？除咗係嗰啲用具之外咧，最重要就係得啦，墳墓啦，冇錯啦，係一具具墳墓。一個個墳墓，簡單墳墓揾翻出嚟，墳墓就可以再考證埋究竟用 DNA 啦，同埋嗰啲碳十四啦，去睇下呢度啲人死者係幾時出現嘅，同埋佢用啲乜嘢嘅用具，包括分析死者附近用嗰啲纖維啊、頭髮啊、羽毛啊、裝飾品啊等等。咁咧，仲有一具真嘅屍體運咗過嚟，得啦。你这是什么？古代維京人屍體完。